小三，你的武魂是什么？爸爸，是蓝银草。爸爸，这是……虽然是蓝银草，但小三可是先天满魂力。我决定了，今年村子里那一个攻读生的名额就给小三了，让他到诺丁城初级魂师学院去学习，路费村子里包了。蓝银草，蓝银草，不行！你说什么？你应该知道这个机会有多宝贵，因为我们圣魂村曾经出过一个魂圣，才能独享这一个攻读生的名额。其他村子都是两三个村子共享一个名额，你知不知道？抓住这个机会，说不定小三以后啊就能成为人上人。人上人有什么用？他走了，谁给我做饭吃？蓝银草，蓝银草能修炼成什么？不过是个废武魂。可小三是先天满魂力啊，只要能得到一个魂环，哪怕是品质最差的，也能成为一名魂师。魂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村子已经很多年没出过魂师了。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吧？说了不行就是不行。好了，别走了。你唐昊，不用那么大声，我还不聋。我说了，你可以走了。你杰哥爷爷，您别生气。爸爸说的对，蓝银草只是废武魂，我还是不去学习魂师的能力了。谢谢您的好意。哎，好孩子，爷爷不生气。好了，爷爷要走了。唐昊，你的一生也就这样完了。但小三还小，难道你不认为应该给他一种谋生手段吗？不要耽误他成为魂师，至少他以后不会像你这样落魄。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话，就来找我吧。距离今年诺丁魂师学院的报名时间还有三个月。小三，拿酒来。你是不是感到很失望？你也想成为魂师？没事的，爸爸，成为一个铁匠也很好啊，一样可以养活我们。你不是答应过我要教我打造农具的吗？魂师又有什么用？别说只是一个废武魂，哪怕是最厉害的武魂，最强大的魂师也不是。释放出来给我看看。好。爸爸，不要吵我。可是我还有另一个武魂。我跟你们走。
么消失得这么快？这样下去会砸到爸爸的。爸爸，我要坚持不住了。收回去。记住，在你的未来，一定要有你左手的锤子，保护好你右手的草。永远。爸爸，我会的，一定。停一下，像你这样敲上一年也没法让它变成拳头大小。那我该怎么做？看着。剑尖带上道弓就更完美了。这三个月来，爸爸教的锤法已经能连续挥出24锤了，其他功法也都有了长足进步。接下来要想办法突破玄天功的瓶颈了。粥应该好了。爸爸，吃饭了。平时一喊爸爸就会出来，难道爸爸生病了？哎，爸爸这么早去哪儿了？爸爸，吃早饭了。今天你不用再练习铸造了，收拾东西，明天老杰克会带你去诺丁城。啊，诺丁城去干什么？你不是想学习魂师的能力吗？老杰克会带你到诺丁城初级魂师学院，在那里你会学到自己想学的东西。爸爸，您怎么改变主意了？那你去还是不去？原来爸爸起这么早是去找村长了，可是我去了就没人给您做饭了。我还需要你照顾，你去就是了，这是你自己选的路。去了以后用我教给你的铸造方法找个铁匠铺当学徒，学费和饭费应该够用。我让你去诺丁城是有条件的，答应我的条件你才能去。我答应。嗯，你连我的要求是什么都不问就轻易答应？作为一个男人，答应的事就必须做到，不要做一个轻诺之人。无论爸爸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，爸爸肯定是为了我好。好，我要你答应我。
不论你今后如何修炼魂力，不得给那锤子武魂施加任何一个魂环，甚至不要让任何人看到他的出现，更不要让别人知道你是双生武魂。你能做到吗？那蓝银草武魂呢？蓝银草武魂你可以随便使用，双生武魂只要有一个武魂拥有魂环就能继续修炼，魂力提升的瓶颈就会消失。就是说今后我只能使用蓝银草武魂是吗？除非遇到生命危险，否则不要使用那柄锤子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好了，吃饭吧。小三，东西都收拾好了吗？嘘，杰克爷爷，您小声点儿。爸爸还在睡觉，他最不喜欢别人吵他睡觉了。你这孩子，都要走了，还想着你那酒鬼爸爸的早饭。杰克爷爷，您再等我一会儿。啊。小三，你是舍不得村子，还是舍不得你那酒鬼爸爸呀？都有一点吧。杰克爷爷，您能跟我说说学院吗？哈，当然可以。你想知道什么？爸爸说让我到学院以后找一个铁匠铺打工。你到铁匠铺打工？开什么玩笑！我看唐昊是疯了。你才多大呀？还没有铸造锤高吧？你只要在学院里好好学习就够了。不过说起来，如果你能有所成就，倒应该让你爸爸给你攒点钱。毕竟以后的终极魂师学院可是没有攻读生名额了，那可是要花不少钱才能去学习的。啊，还有终极魂师学院吗？当然有啊。